香港超级足球联赛卫冕嘅杰志对绿衣军和富大埔，大埔嘅手榴弹战术，袁振声掟到入小禁区嘅啦，黄振鹏早有准备，俾人踩中脚冇乜大碍。岛国嘅卢卡斯扭动条蛇腰啊，唔系蛇腰冇咁粗嘅，扎位起脚考验唔到曾文辉。陈俊乐同金凤珍斗法，食赢咗压落底线传出，门前嘅袁振声一抽被挡。要嚟嘅总会嚟，要入嘅总会入，大埔靠罚球攻势搞掂。到22分钟帮球队领先。下半场翻出嚟，卢卡斯又展现咗活力嘅一面，但准程度就争啲。卢卡斯嘅爆炸力真系辣都留唔住，你睇下罗素俾佢话过就过，嚟一脚重炮中网侧。结果由后备嘅林柱基开出角球，华道斯顶入攀平。醒目嘅费兰道快快脆短角球传俾林柱基。set 俾新组顶入，杰志反胜2-1，赛后以较佳嘅得失球差压到同得10分嘅香港飞马，升做一哥。乐视体育冯坚成报道。